好，接下来是这款机械式键盘的插轴的声音，给各位听一下这个打字听起来的感觉。好，那这一款机械式键盘，罗技机械式键盘呢？我们可以调它的效果的灯光。那我们现在效果先选呼吸的话，那可以从颜色去做你要的颜色的修改。啊，你要什么颜色，它都可以做调整，这样子。OK，那再来是颜色波浪，颜色波浪我觉得还蛮漂亮的。那它可以做一些水平啊，或者是垂直的效果，然后跟速率可以调整，或是中心向外扩散啊，收缩聚合，然后水平反转，然后再来是垂直反转，那就依照各位的喜好去做了，那跟速率调整这样子，那在荧幕上面的句号都可以做调整，那再来就是一个音讯的视觉效果。那这个音讯视觉效果是你电脑本身有放音乐的时候，它会做出相对应的反应。那我们这边模式先选你的渐层，然后放个音乐。那当你音乐越大声呢，它的亮的键盘的就会越多。好，那除了颜色模式可以选择啊，然后它可以选择的反应，它有额外多了2个颜色，一个是低调色系跟高色调色系哈。那我们做一下换算一下，调整一下。那基本上我应该也不会弄到那么复杂啦，像我自己都用渐层的。那我觉得这边都会依照各位的喜好去做设定，然后还有一些进阶设定。你可以让就是低音杂质或中高音杂质去做调整哈，看哪个参数才是你最适合的。然后另外就是个自由模式啊，那就是你选择你要的色刷，然后去做怎么样子的反应，都可以做调整。好，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是这个回音按下，那这是什么呢？就是随便打一个。然后就会按下去之后，或是你按下回响颜色的那个颜色，然后慢慢回到红色。我觉得这一点还蛮不错的，蛮有特色的。因为我第一次用这种 RGB 的键盘啊。OK，那 GHub 的设定大概就这样子。那它还有一些指派指令跟聚集的指令。那有需要用到的朋友可以在这边去做设定。还有游戏模式，那游戏模式就是禁用你不要不小心按到的按键，像最常禁用就是 Windows 跟 FN 啊，这几个按键。好，给各位参考这个 GitHub 软体的功用哈。那最重要对大师来说啦，我还是
只会去调灯光的部分啊。好，那这个机械式键盘提供的软体 G-Hub 就给各位做参考啦。再来，键盘上面有一个功能键，那这个功能键呢是按下 Fn，再按下 F7，再按下 F7，它就可以调它的灯光的亮度。那就是不用透过 G-Hub 的软体，可以直接用按键的方式直接去做，只要按下 Fn，再按下 F7 就可以了。那这几天大师使用下来的心得呢？我觉得插轴打下去的感觉真的蛮舒服的，再加上我个人其实不太喜欢轻轴这么大声，那红轴又太安静了，还是希望有一点点的咔咔的声音，所以后来选择这个罗技的这个插轴，推荐给大家。那目前线上购买的价格是2390元啊。那大老师买的时候呢是1990元，那现在上 PC Home 官网上面买的话，它是2390元，然后送一个手托。那各位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上 PC Home 上去看一下。那最后呢，就是这款键盘，如果你刚好有缺啊，想要买一个机械式键盘，我蛮推荐的，主要是外形还 OK，也不会太花俏。再来就是它的按钮，其实也不会那么晃的感觉，它其实都很稳在上面。因为有些我记得罗技有一款键盘，它的这个按键会蛮晃的，就是你手指放上去就会蛮晃的，我觉得那种就很不舒服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好，那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话，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那这集的影片就这样子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那我们这集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，大家拜拜。